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是常年期第十一周星期二，弥撒经文请翻开敬礼及弥撒小册子第十二页，护守天使。这台弥撒的意向是为李晓生求恩而奉献。上主的众天使，请赞颂上主，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平安与你们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们大家应最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以无比的爱心照顾人类，派遣了你的圣天使们来护卫我们，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使我们时时处处蒙受他们的保佑，并乐于永远与他们为友。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攻读列王纪上，拿波特死后，有上主的话传于提示贝人厄利亚说：你起来，下去会晤住在撒玛尼亚的以色列王阿哈布，看他现在正在拿波特的葡萄园内，他下到那里去霸占了那葡萄园。你要对他说：上主这样说，你杀了人，还要霸占他的产业吗？继而对他说：上主这样说，狗在什么地方舔了拿波特的血，也要在什么地方舔你的血。阿哈布对厄利亚说：我的对头，你又找到了我的错吗？厄利亚答说：是，我找到了你的错，因为你出卖了你自己，去行上主视为恶的事，我必要在你身上降灾，消灭你的宗族以色列所有属于阿哈布的男子，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一概灭绝。我要使你的家像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的家，又像阿希亚的儿子巴厄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使以色列陷于罪恶。至于伊则贝尔，上主也预告说，
狗要在伊次勒尔的田间吞食伊则贝尔。凡属阿哈布的人死在城中的，要被狗吞食；死在田间的，要被空中的飞鸟啄食。实在从来没有人像阿哈布一样受他的妻子伊则贝尔的引诱，这样出卖了自己，行上主视为恶的事。他行了最可憎恶的事，皈依了邪神偶像，全仗上主从以色列子民前赶走的阿摩尼人所行的一样。阿哈布一听这些话，就撕破自己的衣服，身穿麻衣，禁食，穿着麻衣睡觉，低头缓步行走。于是有上主的话传于提示贝人厄里亚说：阿哈布在我面前这样自卑自贱，你看见了没有？他既然在我面前自卑自贱，在他有生之日，我不讲此灾祸。但是到他儿子的日子，我要使灾祸临于他家。上主的话。天主，求你垂怜，因为我们犯了罪。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尽，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净。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我的罪恶常在我的眼前，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因为我作了你视为恶的事。求你掩面别看我的罪过，求你除净我的一切罪恶。天主，我的救主，求你免我血债，我的舌头必要歌颂你的慈爱。阿利路亚！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税吏不是也这样作吗？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你们作了什么特别的呢？外邦人不是也这样作吗？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上主的话。依排所在弥撒里面的第一篇的读经，都是讲着在旧约里面，讲些先知，讲些君王，在里面好像今天的第一篇的读经一样，里面描述着好像
因为现在很多人当他看旧约的时候，成日都好像不解得到天主很残酷，喐啲就杀人，喐啲就好多死亡。唔单止咁样，好似今日咁样，你听到佢话要喺你嘅儿子嘅日子里边都要灾祸。呢啲就系我哋好多时候唔解晒，好多时候就系好似今日喺福音里边描述住嘅天主对人呢，是降雨给义人，亦都给不义的人。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亦都光照善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用人的眼光去来评估住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事，而没有意到以天主的眼光去来看下天主的眼光，天主的角度是什么呢？其实他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但是哪些的人如果他在世不遵行着天主的旨意的，如果他违反着拜邪神的，他们这些他自己走向了灭亡，而天主他里面去惩罚他们的是记得他们自己迈向着自己这个的灭亡。因为旧约里面整个的是预言着将来在新约里面救赎的结果，究竟是哪些人上到天国，哪些是永罚落地狱，这些的永生和永罚每个人由他的生活在在世他自己来行，自己来断定。而天主是正义的，所以在旧约里面他预言着将来所发生的事，他们的灭亡是代表着他们将来如果不是在世的都一定会进入去永罚。而你今天听到的第一篇的读经里面，尤其是阿哈布这个的君王，你一听一下，当天主藉着先知去警告他的时候，告诉他听他会得到很大的惩罚的时候，他一听就撕破自己的衣服，身穿麻衣禁食，穿着麻衣睡觉，低头缓步行走。而天主见到他的卑自卑自贱，他怎样？他宽恕了他，所以说有生之日他不降这个灾祸。这些就是预言着新约里面耶稣基督那种的宽赦，只要人肯去来忏悔自己的过失，天主一定会宽恕。旧约里面描述着的很多的恶人的，就是因为他们不肯去改过，执迷不悟不悟在罪恶之中，所以他得到这些的惩罚。但是如果人一忏悔的话，天主就会怜悯的心，就会宽赦他们。那你们说，那为什么不降福给他，但是天主为什么要降福给他的儿子，他们是无辜的？这个我们人的看法，天主知道将来他的子女也都会不会跟随，所以如果他们的子女一一好像个父亲那样去来忏悔的，天主一定继续会去来宽恕他们。所以今日的搭唱咏里面，圣咏的五十或者五十一都成为了我们忏悔一个的祷文。我们多些用圣咏五十或者五十一呢，去来你今天听一下，他说希望你的仁慈怜悯我，希望你认清我的过犯，希望你求你掩面别看我的罪过，求你垂掉我们一切的罪恶。所以旧约里面集中下去看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忏悔我们的罪恶。今天在福音里面也都围绕着一样东西，有一个的罪恶成日都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发生，我们的罪恶都是围绕着的，就是这样爱
和恨。耶稣提醒我们，他说以前说过你爱你的近人，但可以恨你的仇人，但是新约里面已经将他完美，将他完全，就是要爱我们的仇人。这些事我们成日都是在心里面成日都会犯，几多的恩恩怨怨，几多的爱爱恨恨，由于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骄奢，几多的妒忌，几多的愤怒，几多好多的恨，恨点来啊？由于骄傲，由于妒忌，由于比较而恨，爱恨之间，哇！真系而家几多而家世间所有的家庭，所有的男女男男女女，所有的好多的甚至国家甚至团体，都是几多的爱与恨之间，几多的暴力，几多的种种的事，都是由于这种的爱恨的不分明。但是基督告诉我们，听好像天主一样，他降雨给义人，亦都降雨给不义的人。我们不能够那么多的恨，不要那么多的恩恩怨怨在心里面。我们人生里面对于对我们侵犯我们的人的，对于我们的或者甚至迫害我们的人的，我为他们祈祷，我们不要审判他，我们要鼓励，我们要爱护，我们要为他们祈祷。审判他们吗？不是我们，我们不要当我们是天主，不要当为我们是基督。我们只我们在生的见到这些恶人的，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祈祷，继续鼓励他们，继续纠正他们。而这些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一定要从所有人同行，不要成日说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那个我这个恨那个不恨，太多这些恩恩怨怨在我们的心里面。而我们的要倚住天主的国度，倚住一个基督徒的，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咁样将好嘅事去嚟赞美多啲，而唔好嘅事嘅多啲去鼓励，多啲去纠正，而多啲咧恳求天主帮助。我哋而家准备住礼拜五另外一个嘅节日圣体圣血节之后，我哋亦都去嚟尊敬住耶稣嘅圣心，多啲准备住呢个嘅瞻礼。而在恳求住耶稣的圣心，多些去来开启我们的心怀，扩阔我们的心怀，不要那么多的恩恩怨怨在里面，而亦都以住天主那份的慈悲，自己开始去忏悔，多些去忏悔己过，而亦都帮助旁边的人，尤其是家人，尤其是朋友，去来忏悔己过。我相信这些呢就能够真的去来跟随住耶稣圣心他的步伐。今天我们的弥撒也是敬礼着我们的护守天使，恳求着我们的护守天使提醒我们多些去忏悔，多些去以爱去来对待着我们旁边的人的。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
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仁慈的上主，求你接受我们为敬礼你的圣天使们所奉献的礼品，并赏赐我们赖天使不断的保护，今生免受生灵的危害，来世获享永生。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我们在你的诸位天使身上不停地赞美你，我们赞颂他们的忠实，也就是光荣你、赞颂你，他们的创造者。他们享有尊高的荣耀，显示出你是何等伟大，超越万有。天上的众天使藉着基督颂扬你，我们也同他们一起欢欣朝拜，同声赞颂，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迹。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和我你卑微的仆人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地。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我的天主，我要在天使面前歌颂你，他们在天上常瞻仰你的圣容。
请大家祈祷。上主，你藉圣体圣事赐给我们永生的食粮，求你藉天使的护助引导我们走上救恩与平安的道路，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弥撒礼成。圣人罗格随役主保重。天主，你曾垂允圣罗格恳切之祈求，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俱得免疫症之害。我们恳求你赐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赖他的转求，除免我们神形诸役。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大圣罗格。